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超爱喝，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礼拜四。我其实觉得蛋卷冰淇淋只要融化就很像奶昔了。不要偷嘟嘴。我刚有吗？不知道。看到你肩膀，别看。你们也有，给你看，你不用跳出去，我自己找给你看，看一下李彩杰在哪里。很紧张。我们。我先闻一下，臭不臭？照片可以模仿。等一下，感觉不是很适合这个发型，但是啊，挺寒吗？这个吗？发文吧，它是直播吧，好像前面比较多，对，比较多是有刘海。
少数人跟我一样，林杰。云爵，云爵没有刘海吧？好像有时候有刘海，有时候他拨到旁边。然后婷丽啊，直播抖音啊，莫也很适合，没关系，我不喜欢苹果头。我真的，妈妈没有发圈呢，妈妈怎么会有发圈？妈妈短发。你们不要这样啊，不要为难她，她搞不好真的没有。出太多了吧，没关系，那你以后就可以都不用租，你有很多扣打，慢慢用，慢慢用。按错按到十万，别丢那么快，你就存十万，你就慢慢丢啊，慢慢丢。好，林静，哎呀，你真的很母汤哎。太抬了，那跟你们才能这样哦，好痛！跟你们才这样玩 ，out out， 大家好，为什么一定要关特效？真的不喜欢，那么不喜欢特效，我那么喜欢特效。大家好。是 AKB48 Team TP 的李梦纯，今年19岁。好，欢迎追踪我的 IG， 谢谢大家。然后我今天刚洗头，
就在刚刚我洗头这样，洗头不用讲了。今天刚洗头，对。可以看我的名字，我不能关注你，对不起。就是这样。小咪打油。欢迎追踪我的 IG， 我的 IG 会常常播一些刺激的影片，刺激的影片，欢迎去观看，谢谢大家。就是这样。我看起来你怎么也啊哦嗯嗨我不会了我不会了我要唱那个高压心动动我为你我不用你为我不用我爱心动动你为中海无敌修用 You give me security我那时候想学这首歌，然后我学不会，然后我就因为有个歌词是笑容，然后我就一直念笑牛笑牛，因为我听不太懂。然后他说念勇修勇，干嘛？刚刚那个的，然后讲一句心动。这样好吧，对，修容，他都念修，然后我听一下那个语音，我忘记了，他在听那个语音好吗？我先听一下有没有问题。你要怎么听就很难发音，你知道吗？太难发音。总专属翻译吗？可是我会问他，我说：“他们教我这。”可是我这个没有认真学。我要播音乐。我知道，空耳。他没有那么专业的空耳。
准备该懂，我可以随时暖和的给夜梦，我在孤单你不懂，心上的你你也也打仓颉，我完全不懂仓颉。你们知道那首歌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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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是什么歌啊？仓颉对啊，生命有价，是吗？我不知道，我查查看。生命有价是啥啊？不是这首吧？是中文歌，是什么？送你上过的雪。这叫什么汉子的？但是我想，对不对？对不对？有像，但是这首歌有像啊，醒不来的梦，对对对对，聪明。我刚刚突然有这旋律，然后我就好想。的风，醒不来的梦。哎，很聪明。这首歌。也松不开的手。忘不掉的梦梦梦，等你长大就这样。哎，你好聪明哦！进入我生活，把爱全都对我说。都会找歌，对啊，你们很强哎。在你的怀中，感觉跟日语键盘啊，就是叫仓颉。如果你没有彻底忘了我。听听声音。没有，这个首歌最近很红啊，我想说哼一下你们应该就知道了。刚刚想一直打歌词，然后想不到歌词是什么。触碰不到的风，醒不来的梦，数不到的天堂，医不好的痛，等不到的想，也松不开的手，忘不了的梦梦梦。不到的风，说不出的包装，一路有的懂，忍不住的话，笑跟不完的酒，愈合不了的伤口，多痛。这谁的歌？十一吗？应该是念十一吧，简体我看不懂。某某歌单放蛮广，对啊，放蛮广，就是这边推荐你，那边推荐你，哎，就有了。
还蛮苦的哦，真的、哦、没关系啊，应该就叫十一。还有一个回小仙，听回小仙，这个好像比较有 feel。啊、哦，眼睛那算了，回小仙唱的比较好听。这是二吗？这是一吧？哦，这是二。对不起，那是二。不好意思，我那个中文没有学好，我中文没有学好，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对不起。简单听一次是什么？还用说吗？刚刚看的时候，你那表哪个表情？我可以装啊，服装宝啊。一个艺人跑100公里的马拉松，哇哇哇！哦，装不出来吗？好，我在播。等一下啊，
搜寻24提干啊，对对 ，OK 啊。一言不好，对啊，我会死掉。这不是原唱。哪一个是原唱？是观看数最多的。是最多的。嗯，第六名阿努纳奇，第五名包子，第四名明晶，第三名出风，第二名可乐娃，第一名流浪人，谢谢。下班了，到点了，吃鸡了。哈哈。姐没有，我今天没有到齐。拜拜。辛苦啦，辛苦啦，拜拜，礼拜四见，拜拜。